啊，是不是来？你要看哪？我的波尼的，要那个去是我的老母来，外太去卫生设施送楼里的互动。这里买你啊，要修治你生命的本母母跟父母，任务我的卫生方式。那么我的买你啊，要方式多种啊，求去杀这个门啊，买给那里送一百件的移动楼里。到你总结个各种啊，我来在一定你的卫生多种的工本门打，大哥那自来机，自外那的。 大姑娘吃鸡母能干的，得小吃准备哈。鸡母户外过，还要雷锋多疼。那么，那下个是个阿要人来，是不是来老母的上个腰？噶记录啊，我你休息早的吃吃给你一个，不是来过本鱼。不是来过本鱼，要啊，是不是来老母可与就是本鱼吧？这物质吧。给了有个女同志啊，给要马头我给骨干的便宜，还是给晒一下洗一下。遇见连那个晒一下呢？ 养多是烤乌鸡，白骨啊，给烤乌夫吃。养乌自己得买个动物，留一次呢，这个不要。那么给个女同志讲，给是你啊，小区你把户，只和你讲了呀，拨给你点嘎点嘎。给你个五十来过分鱼，过个又是给吃这个。给你找点嘎，给这小五十来，是五块钱，可别的县城。过生日狗是动物墙在吃红布，给我们吃叫他笨。批发到家的话，他们不让我们卖。 他说这个市场是本地人，他两个是本地人卖了嘛，就这样子的话，他们不让我卖，我就没有地方去说话了呢。爸，你干嘛来这里哦？把我们生意都想问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你要有自己的名字了？还说我不给你卖，你要想一下是什么原因嘛？马东武的生意人阿五哥，他给小自己的马东武呢，阿妈我再给你吧。那这个生意马马虎虎，阿哥得去，一个女人意义。 要给俺是马东屋的夫妻人，是一直没有拿来。有的给看人吃了我搂打过，做生意可本事，都多家是工本强者，给是俺能学过。搿阿五姑家是一种生意，要外家是的。在我们家一个都没办法，你给我学买给，还能没拿来还办法吧？那么当我的生意不行，你讲我的，靠你老太太讲，老太太讲，我也你做阿妈，哎，自己买给，我给养个妈，我妈照顾我。 来，是不是？我那个干嘛呢？我那个吃饭呢。这个叫做二星竞争，没有，要竞争，公平竞争，你不要做个恶意了。我没有卖，卖一块二一块三嘛。谁不知道啊？他在网上批发的呢，打折打折拿走的呢。啊，那你把钱呢？白天买卖的。搿些是一个，还可以跨户，过次是小脚给出的做生意，搿毕竟是小两个车钱嘞，那这几个讲这，这个搿个动物是日些差个，能白去买又买便宜嘞。 没给我买陪护，买陪护过，你哪里去？我就是不要去家的，好多个嘛了。你们给动物养肥，广东肥好多是野酱，好多老几个人买的白有人来。我你这出来，我家是吧？哎，我买货买嘛。要一件，买货买嘛。他给是来就是，我说话给拿，就是二十斤，还有七块五。都是给这些些，我有给这些，还要一些，那不能说不得的。动物杀放鱼。 那么在这个东西都给了，把他们弄的，给了五谷家，是一个就个走户的岳父家，有一次你也叫是你家伯伯，但是是一个，给妈的动物个国家便宜，抽了弄的我死去的，那么就你这个伯伯呢，那么我来两个的，给个他们是抽了最好是一个，那么有多呢，阿五给你发的给我，阿老舅了呀，符合是你，去搞把他，具体我你娃家疼疼的抽了个意见。 说抽了个办公楼嘞，另一个把动物汤的生意能力我找得吧。另外一个马动物给了成果，还给了发袋事业马动物，还有一个女人。你就没有个事，喊你的女人，你看你个姐夫不就走的？你那家马的，你不要不光走的，喊你，喊你是马车，喊你马的，行动专用装的马牛米，往里上的马子，你赔了有一斤，对不对？崔志仁无用费过。 是一个塌物，日本人军人下的，忙也是个塌物，是嘛手册的。村里忙也要举人牌的，日前那个塌物，一类服装军人，都多加呼吁，要安尼人的塌物军人哦。村里有要求的，这个得小区，另外再去追。后半来是考虑到军人的塌物的锥子，啊，政府得给你吧，还是外同意，还是一起修。该说日前的把塌物马东屋给了证，夸阿五五股价。 是一日鬼事，立马收这个糖给这马动物，养起家给那个生意。村里呢有抚养给这个糖最好的贴吧。他卖的多少？
少钱一斤，我也卖多少钱一斤。我卖我的货，我他卖他的货。什么你买的就我买的。喊你我喊你买给，喊喊你买给不？等你谁要要钱老要钱，他给给我那就是变相钱钱谁呢？你我老谁？你我不是钱，你爱你能算我的不？黄的果，菜果条就要买果。我心里你才不能长毛了。嗯，对，你可以穿上买。长毛，你才不能穿啊！啷个那个来着？他每次讲，谁说七毛钱一斤？我说七毛钱一斤是，以前打鸭的都有卖七毛的赚钱。你不要再说，这个国家上的，人家是自己讲解，老讲解，西方是不正义的，讲解，人家要句话的讲解，不是无知的讲解。啊，对的。上万人能不能够组织，对吧？或者欲望，或者一直拖一个字，该做呢，我是符合的。要讲这，要伙计，那八成还要有，得到有十一个，他可能在讲这个时候也能够自己对起讲这。这些物事来讲哇。只要老法对自己讲这个距离有多个动物的最麻痹一的天，那么那种可阿五呢阿老距离符合事业的麻动物，但是母以事业的碰到的问题是啊，负责大日子拖累把他给弄得有一级，我要给处理啊康复康自由的给根本人的他主要的天。他有他每个地方，他每次要卖一块五一块三的话，我们同意吗？你来自哪个东西给他一个的他们卖多少钱你卖多少钱都没关系的，你卖你的他卖他的，你有权利卖多少钱是吗？你比他们这些价格低也是允许的，因为这个市场竞争嘛，大家公平竞争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卖的东西是合法的都是可以的。问题是你的租期快到了，你要跟村里要协商好这到底要不要续租给你，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感觉是一个这个村里要四千多的人，还给学个两码动物协议一出来我蛮好的，这趟你还是最露贴的。噶村里的意思，这个块五两万能国家过河西，这找的国最长的日子，家能吃了嘞。还给一块阿五给嘞，孟八倒是过五龙的。你还晓得噶只拿脚上喝吧？我跟朋友们，你们是找那个地面是没收水，或者没动物啊？最好是没收水猪。哦，人家估计这嘛，叫没动物呢。要被被些给那个人带来有义气啊！就是说我卖菜的，我卖不来，我卖到十几二十年的稻芽了，我卖菜卖蔬菜我是卖不来的。那个摊子的，那菜给我是叫我们吃吗？那你是国家给发的，我们吃不吃啊？准备给他个这家嘛，利用前面出点些，准备先给他收留了。这个村里的大家的利益，我看还是建议你呢，尊重村里的决定。崔志仁无用回国。给市里最长的日子，村里啊太落后隔壁。这个举动是经过玉田的村民代表开会通过的意见。给市里过，还给马头我毛你给你，说老姐还要一家动物的车。你给他屋走路，驸马动物干嘛你呢？你考虑一下，你要想保摊位，那么你先改行，是吧？先把这个地盘做熟了，拿在手上先也可以的。先把他们拿到手心，那么就是只能改、先改、跟村长思维项目给我改行，这个摊位嘛收菜了，不要了，要洗了。这那改的，确定多少消费那个，我扣个三个字啊的哦。那我改是我的，是吧？通过我们两个的改，给村里同意对摊位和事业走路贴，给事业一块村里，我要另外来干嘛动物的，需要的都和你给他得一致的要求。是你个事业能干的，咋是驸马动物？噶趟我家还给走路贴，还是一次好事干。噶次啊，大姑娘我过龙巴，我来还要来另外送下给来。种一三座窑，该窑啊，复查过，是纯正的一个好窑啊。那个复杂之吃的，叫你上头几个，将我五次写的，好吧？我，同样送人给你，做生意发财，但是。生意要有生意的道，好吧，谢谢。该日鬼总算解决吧，记录大姑娘她大伯们做日的协议。大姑娘我能过，自己讲这，行协商，你呢，还老板上当的业务，大姑娘我会制止。他如果自己讲这，阿阳给装修，自己给拒绝。
隔离呢行死我自己的江湖大姑娘家一雷同上那么给自己呢还有法用来把生长征得到药物你也啊许叫女王国公寓了我们要四步出写词那么我就找一级接济词昨天下午大概我四五点钟停在这里后来我就没管他了大概到晚上1:40左右的时候突然接到了那个派出所的电话他说我车子着火了我就赶紧过来看了给送这个呢是给你的才女对你药材不买的个钞票买不把给大众接触才女你要不你死的都了你给咱们买日归罢了没来找搞得个错啊等了来给车发你预习给弱女王户公寓给等出来你要晓得啊多年啊许给不出血我那么自己说一级次家给不出个互动资给不嘛已经预不写我哈几岁吧忙一个都红不了我哈得我吧整不出自帮一日得费我吧看了之后后来我以为是我一辆车谁知道这附近也有好几辆车同时都着火了后来派出所他说是有可能是蓄意人为的现在公园里11点钟夜里11点钟公安部门给我打电话是我车起火了吉列哥多年提过这学脚女王湖公寓的副写词给整个幺零四不接触只有一部急诊八个处理说是那幺零一娃只托杀不出共了手一起共了娃没得五日上处我们四个人都不认识的只是说这是经过这次事情的时候才认识的以前都不认识的也平时我们都在鞋厂上班也没有说跟别人结缘接触的木易公寓自个玩到课堂啊给来出带带是自然能写词的那么给我个出词呢还有某一些故事给白西公司的预报啊你得啊对待白西公司的个白衣让可能的被水水过得最低我们就马上就打保险公司电话嘛保险公司他说他假如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派出所还没有确认到底是不是人为的假如说他说确认是人为的话有可能就是保险公司不予理赔如果说没有投保相应的这个险种那这次想向这个保险公司去索赔呢就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了给四部出等给公寓了呀是等给是非事业给物资给要无脚女王户公寓对门的老师一头母一给了出现这个女样的娃子大跌足多久我年年的呀要搞不忙在了这个预计啊这个不配我搞扩大过那国人娃吃日够错那方式搞呢我们啊正好是在国货附近给国家那么我们呢要给老公里到了这个五部位楼聚发都出楼两头是许多容易互相沟通日够给的货十年过呢国家部门啊孤单的够累的累头但是我要来工程出货的大户啊前置那每日没多少做事这个学楼里去这些学也能是给的错南方市跟老公里几个五部楼部门的次家给一部出货把件是门前烟不列交给工程处有多人呢出上个喇叭谷歌的人群雾霾给再次给每日娃子梦醒的切去喇叭的隔断讲过古博给几个人的细致啊给一部工程处前置是达到1/1000亿所以你觉得前置以及私自给所处理当时内容的烈火无火的业务多过奖励带给障碍此物可过有那个给一个故事语啊带入人那会是个女婿给我无所无这条路上面这么多事故都是你像你们的这种工程车你应该平时也经常看到吧就是开自己小心用用自己开小心你正阳我不忘个过鲨鱼不要讲你国家老家也给着个上来前置得了处理学楼来可以而二人的给一头楼个事故出成了火山而有人你杀个提过这一地角方式给一头楼的火山一次让我前置养次的沟通事故走啊在上面大概2-3百米的时候感觉刹车已经不行了人家停掉然后下我还一直往下冲嘛我控制不了了没办法所以下来我大概就在我这个位置我冲下去了嘛我跳下来过了的火山的事故那么过鲨鱼啊娃子上来这再动能给过啊自业是为了你豆浆的钞票还是由百家给脚还比国家老家一个上来每日有某种做事归日去你这辆车现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大概估计载了多少吨40吨你这辆车的行驶证核载质量是多少吨15吨多然后像你今天算是死里逃生对不对我现在浑身都痛了我说话也不能大声害怕没有
据孟家高爷啊，为了你我自个的和谐，给他穷得来买你个去楼地板的在地脚日高呢，可以将当用楼。那么同时呢，贴过这个地板的不地脚的空多日高啊，正爱楼面贵人。但是啊，我有一部分的过杀鱼，对这个错了个木子有木多做做事，只管是学得去。叫你不女王过的是么高头的呢？但是与上层高头的我国高的黑七五呢，正爱高头。那么日管呢，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吧？给个五个字的政绩咋能回事呢？讲的是个高头的那一帮人呢，带给点物也障碍你外活。提个不提不？各地日本高头鱼呢，找的日语上层高的上乡公寓部门，此家路边要给几乎能够工程的将士帮的扩大。那么必须呢，还要沙地啊出西出给包括扩大。我国家屋里的事已经是缺吧，正如个市里些些吧，屋头的呢来五年我老去。是你哥给私求我吧，倒是给吃的红家娃子吃喜酒。如今来居民的系列高头头人的发言啊，我国家的五一一年阿张将你治理过吧的，倒是啊治别不治帮。治理呀治理，你治了个人的鱼呀，去了跟人把我扒拉去，得来是四十一岁。日本高头头也找到我国家五给忙一拉我给对伙呢，此次人学。那么给个物语啊，给楼比些呢，可以自家要给几乎能够工程楼路刚走。五个忙一拉我给对伙呢，把楼点通。那么五十呢，自家是六十个。五比要个呢，就是子女是打球，但是啊，还个吃的太累啊，是吃喜酒。据我了解，黄家家这个河是有一边是临着塘口，有一边是没有，就是直接断在那里。最好的情况就是把河通起来，形成一个活水，这样水可以循环，保持些清洁。澳门的日本高头头呢，以离的日语上层高的只是把给铺置上，铺置上挂。南高这个屋呢，正好是他进屋内沟，屋子是盲人五女王什么叫？我们这个河边呢，正在那个河岸不抗。不看那个水要抽掉的，要抽掉不看的，不然的话这个没办法不看的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吉乌纳管这一块啊也在搞，纳管还没有搞好之前，你这个水要先不抽的话，那个这个水排掉它也是一个办法。整个工程对这一块它是全部完成的要18个月。阿吉罗陈大哥能吃个药，楼人公寓方就狂了，是不是来老母走台去的楼人将会歌唱。连龙爷你叫你对江湖呢，下得雨季日去啊，要能说为上一枚飞虎法马本女一色东为杨雄能个习俗。江湖那个女人的店主没得啊，给你个热眼女王江湖学宇宙日去呢，得学为啥一买法嘛本女一生同为杨雄的娃在一年能够生活的一个部了。日谁学给了屋里呢，做了一道改革连接百物同为红豆羊。能话呢，江湖以该生活的无独破口，需要学夫妻娘的一些江湖宇宙给了对伙呢，不能能话五个马骨。说这个的上衣要搞的五多对吗呀，那么得给生物的一股给生物的这个部了，日常学给了五人呢做了啊，在了五多给养熊该多种要连到一样的时候吧。将冷一部门搞等将和你给一笔做了个在不多给养熊要四个碰脚，给旁边是恰羊红豆羊错羊阔蝶五日脚改过连接脚底百物同位。老鹰这种在自然界很少有天敌的动物，又是如何被犯罪嫌疑人捕获成为玩家的宠物呢？娃子一年能够生五个，给你捏死是这个用功能，给你说宇宙日去生五个，娃子给地边死去的一年。连龙也说你这个比你也要你给生五个给老子娃们上公主，又是说是屋里呢开个摩的举妈妈呢养五八角五枚给了娘。那么给了娘给通过摩路呢基础的养，日谁通过楼大 QQ 中呢可要把过的养给能的设置，那个的日子给他要学屋里的一些个养熊的意思。看着蛮有兴趣的，然后也想养一个嘛。你当时自己养的那只鹰子是哪里来的？庙博士的。当然花了多少钱？300，每天吃的都是活食嘛，喂一些斑鸠啊，一些东西都可以，牛肉啊也可以喂。吃了家有马豆味呢，我是需养
啊，日次要啷个洗个点头啊，要多可以嘛的呢，养熊。那么个生物个国家，个改日该做下一个职位，该要越练了养你出口时呢，越过的养比人物马养。你手头有这么多的鹰隼吗？没有，要向别人买过来，然后再卖出去，一般都是网上买的，然后鸟市场也去看一下。江苏那边那个陆某，他是也是专门从事鸟类批发生意的，鹰隼也是他也是其中批发一个鸟类之一，啊，因为他在那边货源比较多嘛，那偶尔也到温州这边花鸟市场里面进行少量的一些购买，啊。据江河店主列个，该生物给大部分个养熊，五日月过手给生肉给我们的麻了个，那么让他妇女一样啊，该生物给通过特别卫生部分的发麻养熊给上市。日时你学多种的将个茶果，那么能话给我几个么子？学莫一买过了骨脚，伢留个胸一姿势可妈妈。小的大致是几百块，那个大一点的是2000左右大概。采购过来以后卖出去的话，价格是多少？主要是看人卖嘛，有些人他特别喜欢的，你可以卖贵一点之类的。贵有些识货的，你就要卖他便宜点嘛，一两百买过来嘛，你那个五六百卖出去嘛。这个要看情况的，有时候你那个卖不出去了，你叫那个叫把价格放低。他下家跟他买东西都是先下订单，先付钱的，然后他先上家订购，订过来以后很快就转手了，基本上家里就不会储存，基本上就一两天就会卖掉的。有一股的养熊多了以后，该生物个这个养熊呢，这个做了弟弟呢，这次给这把戏得买，干了有卡的可卡用大部得了养熊呢，妈的预给你给个认识。白纸黑脸过，谁知脚枪女子黑女无妖。运营的纸板箱做了特殊处理，打了很多的孔，就是说透气孔，然后在纸板箱里面放一些杂草，还要再放一些，有些甚至放一些活体，打个比方说斑鸠啊，这种小鸟给鹰进行吃，怕它在途中被饿死了。有些大巴慢一点，一天两天才能到，有些很多都会闷死在里面，都有的。江河套路啊，给你让飞虎给学他讲错别，但是啊，要多些多个养熊呢，无碍事哦。要养熊呢，给是一色的，这个伢个可拉个红白个西对门啊，要来养熊呢，给是无碍得是叫事哦的，有多用了一个送的马古个修那个物，给呀、啊、那一啊那熊，再多要多叫物了算西吧。鹰隼实际上啊，它属于一种猛禽类，实际上是它是要在一种自然的条件下才能生存的，你人工圈养的话。是，其实是相当于把它杀掉一样的。据八玉门将透露啊，飞虎妈妈改过脚的百户的藏居本女一色动物，五位高人发财，养虎的沙巴事业的举动，飞虎内部在改过脚的百户的藏居本女一色动物的，或者是飞虎求高勇士去救改过脚的百户的藏居本女一色动物，一家给个做朋。那么为此以5年以5个要日都养，或者是居。那么日谁家无将，人家你觉得是5年以一，在你以5个要日都养，日谁家无将，人家第一笔你觉得是在你以一个要日都养，日谁家无将，或者是没修日差。将江河的筹备主们啊，或者以你那个生物给的把人啊，马改过连接百物的动物，给个手里呢是大的一把都。那么木易所要的话，在一年当中无疑将一语过下稽查自家配种的内部，那么这个预计话是达到张玉伯的上来多种学给来江河的阿对生大可能期末啊发觉烈日鬼发一颗狐狸去瓦些，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而且你买过来也不一定养得活，你相当是害了他一样。这些本该翱翔在天空中的鹰隼，却因为个别人的利益和爱好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在这里，我代表警方呼吁，给鹰隼一个自己选择的空间，天空才是他们的舞台。好了，本周的鹿城警务观察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一零年，他用于谢村长江河热区的这些走贼村民啊，这个是那屋那个最旺那个意哦。谢村长上车村，普一上车后啥个旺呢？类似要叫西巴，这是。一龙一干的脚吃的，那么带我江州自觉剧团的村民再来过啊，期望是一个西多脚一个日狗，但是为了给一多的个社会瓦匠台长科长预举我屋的技术，那村民啊这家一个自动配合，但是那个最旺的期待社会公务了。我们也是为了响应积极响应政策，也是一个是枪棚，也是为了防化于青山，
哦，所以说我们也是说第一批把它迁移过来，也希望这个抗震小区能够早一天把它开发起来。就这样，筹蒙的走廊区的智能沙设的公墓内，几十个举墓日连起五把不再交给网。该多种啊，也是几十日一起连把十二楼给网。该生活区呢是才把沙在四给网，免费区是楼把能交给网。那么日前啊，谁要你日作区、虎作区给了三腿瓦板对过的房，人家一家女人也一直给置办几十，只话是连同一六年的老女房，女不就好。要我们二十八五日的老母可预交一张要我六月台区的交家交鬼们能一些先退生。那么给你养的哥哥一些个五对多种的再给最过的火户，所以啊。给了你啊，夫子五爷的，只有能几日要我五日一些个还把火，一些再大这股火火，爷这股个点煤棚是臭，那么连这股个蔬菜是苦梅个菜，三这股个拖是发嘎拖，四这股个牛肉是阿个牛，五这股个羊脸是男个猪，六这股个用一手是五三手一，菜这股个用动是要用。不，这个的一个阿谁是红的阿谁？那么这个的不计厨师啊，是药类不吃加等日。今目个这样呢，扩大扩大，各个提示五百。玉州日学各个鱼，忙接养得都用。忙接个鱼都是老子在四头。玉州也正要我例如南方方的交家交口门人对生意，只以提示庇护，嘎子几何与药牙。嘎讲我要你看哪个日鬼，你哪个日鬼，挖上个日鬼，锁上个日鬼。是了，点那个泡沫的哦，也是过二十八五日了。给你个五日了，快打过来挂给你，忙家去楼的你方再见。谁把脚吃错？你要扛哪个举？你也得了么？你再举。